各位乡亲，各位中义，各位李民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中义庙，啊，中义庙今天早上好热闹，啊，到底是什么热闹呢？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看吧。哇，怎么这么多小朋友啊？哇，校庆了。哦，起码先校庆，先来这里。哦，这样子，那等一下什么时候开？明天了。哦，明天早上几点？一定要去，一定会去，一定会去。好好，好好好好好。所以明天是我们啊、哦、这个中义国小的校庆啊、哦、校庆，所以这些小朋友呢有运动会的哈，就是要在先来我们中义庙哈、哦，来拜拜哈，因为我们是遵循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哈，发扬传统文化啊，这是我们学校这个应该尽的责任哈。所以在这个今天有很多的那个队伍哈，比赛的队伍来这边哈。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哈，中义庙的现场哈。这些都是明天要参加我们运动会的这些，这个的队伍哈。对，要找一个领先的。可以摆好，跟我拿。我们中义庙是拜这个慈父王爷，中义庙是在这个所有芦洲里面算是比较鲜明哈，来芦洲是比较最久的。今天就是芦洲哈中义国小，明天要校庆，所以他们都先来这边拜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报道到这边，谢谢各位网友跟芦洲区的啊，能够知道这件事。明天到中义国小观赏校庆比赛哦。